传统宴席菜呢是享誉国际的台湾美食之一。南加州工业市新开张的大社私厨，从食材到烹调都遵循古法，原汁原味的重现宴席菜的精髓，要让华人乡亲们一解相思之苦。满满一桌台式宴席菜，现在在美国也吃得到，且由大社私厨传承的台式料理精髓与美味，光在食材选用上就用尽心思。我们从台湾进了很多，就是很道地的一些食材来做这些所谓的台湾菜。你像我们的扁鱼白菜，也都是从台湾扛过来的扁鱼，因为这里买不到。你没有这个扁鱼就吃不到这个原味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社私厨还融合日式料理，提供在美华人下班后与亲朋好友吃美食话家常的好去处。我们也有日本的烧烤 teriyaki， 是日本式的烧烤 teriyaki， 然后呢我们还有非常非常鲜美的那个沙西米，然后 oyster我们都有提供在里面。然后呢我们是营业到晚上1点钟，且贴心考量年长者健康养生的饮食习惯，还特别推出鲜鱼套餐。我们大概会有7种到10种不同的鱼种，然后呢煎煮蒸炸随便你挑，我们帮你料理。最主要就是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些喜欢吃海鲜啊吃鱼的呢，甚至长辈们啊，他们就是健康的关系哈，他们喜欢吃这些。集结台湾传统古早味的宴席菜与多种日式美食烧烤，大社私厨餐厅现在将经典且细致的台式料理完整带来美国，要让华人细细品味来自家乡的好味道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